vlog.一直在拍的，一直在我旁边绕，一直在绕。一直是这个小黑，小黑，小黑。上来我先跟你分享，教练分享，教练说其实他是在保护他自己，保护山。就那一刻，他其实，比较紧张，爱护海洋，自己的大自然，因为他在你看来，可能到了这些海底世界，自己当归，家庭，会有这个保护的生命，有一个小红色习惯。